的会场跟我们所有的事业伙伴们一起来共度今天晚上的晚宴时光。再次我们好，我是李云轩，很开心可以为各位的晚宴担任主持人。我想呢，大家刚才在我们鼓楼的剧稍微休息之后呢，再回到我们的现场，都感受到了整个会场的布置还有歌舞已经完全的不同了。当然今天是我们最重要做的是伙伴们一起集体，我们除了